叙利亚内战爆发八年多来，得益于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巴沙尔政府才能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眼下虽然战火仍未完全熄灭，但叙政府军已经牢牢掌控了大局。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叙利亚近日对普京送出了一份重礼。据新华网十二月十九日报道，叙利亚议会周二通过了政府与两家俄罗斯企业达成的石油勘探和生产合同，包括两座油田和大马士革北边的一座气田。叙利亚石油部长阿里加尼姆说。 把合同授予俄方企业符合政府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虽然地处中东，但总体来看其石油资源并不丰富，其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据悉，叙利亚石油储量为二十五亿桶，这与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产油大国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受战乱的影响，叙利亚石油产量也遭受了重大打击。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叙利亚石油日产量仅为两点八万桶。此次叙利亚主动将三座油田送给俄罗斯。 一方面自然是投桃报李，另一方面，在俄罗斯企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叙利亚可以尽快恢复本国石油产能，提振本国经济，从而为战后重建打下坚实基础。不得不说，这实乃一箭双雕之举。事实上，不仅是这次主动送出三座油田，此前俄罗斯还与叙利亚政府签署协议，获得了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四十九年的使用权。塔尔图斯港是叙利亚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是叙第二大商港和渔港，也是俄海军的海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俄罗斯获得该港四十九年的使用权，意味着俄海军未来在地中海的部署和相关行动将更加便捷。这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震慑。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普京欣然笑纳了叙利亚送上的海港和油田，自然也要回报一下叙利亚。据叙利亚阿尔马达通讯社消息，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时间里，俄战机大举出动，对叙利亚叛军盘踞的伊德利卜省先后进行了至少五十次猛烈轰炸。据悉，此前的大雾天气。 导致俄战机无法为叙政府军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好在近期天气转晴，俄战机终于能够放开手脚，继续助叙政府军一臂之力。